期我来到姑妈家白洋淀，那可真美。从我到的那一天起，我的小表姐伟花就叫我北京老客。开始我还觉得这称呼挺美的，那儿真漂亮，那还用说？哎，你看，哎，那什么呀？不就是几只鱼鹰吗？一块钱一个，买一个。哎，大婶，我去药房给我奶奶买风湿膏去，我奶奶最近腰病又犯了。哦，行，快去吧，真懂事，我帮你看着啊。嗯，谢谢大婶，拜拜。哎，梅花姐，她叫什么名啊？荷叶。她长得也好看，那名字也好听啊。又来了半年。哎呀，嗯，这鱼不错。两块二一斤了，快来买啊！哦哦哦哦哦！哎呦呦，你小兔崽子，看我打你！哎呦，你！
种黑点的那个坏蛋的草帽。德记什么？德记。跟我出来一下，哎，丽花，你们先看着点啊。好。大夫，啥事儿？孩子需要住院，先把住院费交上吧。啊，多少钱？先交2000吧。2000块。是。啊，行，我去想办法。那好，我就在医生办公室，有事叫我啊。还剩几条鱼。哦，晚上正好炖着吃。哎，我想给我妈送2条去，行吗？给她吃？我一提她就来气。你妈她装什么穷大方？她犯什么慈悲呀？弄了一个孤儿在家里养着，她有本事把所有的孤儿都弄到家里养着。你这说啥话嘛？还反了你了还？我告诉你三臭的啊！我跟着你这样的，我倒了8辈子霉了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，看人家跟你过。大婶儿，葵花妈，有事儿啊？啊。大婶儿，这是荷叶卖小虾和鸡头米的钱，你收好了啊。哦，还有呢，荷叶给你买了几贴风湿止痛膏。这荷叶这孩子就是懂事儿啊，我没白疼他呀。可不是。妈，您看，我给您拿了几条鱼。把这鱼啊拿回去吧啊！为这鱼，两口子在吵架，犯不上。没事没事，谁怕谁呀？哎，妈，妈，您的腿好点吗？妈，对了，我这几天啊，手头有点紧，您的生活费我过2天给您拿来。把你家那姑奶奶伺候好了就行了啊。大婶儿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
哦，荷叶晚上在我家住。哦，在你那睡呀？啊，嗯，你自己贴吧。哎，我先回去了。哎，好。哎。帅，我说这人也太缺德了吧！把荷叶撞成那样，连声招呼都不打就走了。这白洋淀这么大，让咱俩上哪儿去找去？真缺德！哎，你说是不是？张帅，哎，张帅，张帅。要是能的话，妈早就去了。他们的夫妻俩是铁公鸡，一毛也不拔。尤其泥鳅的妈，哎，这事儿呀，跟他们说，哎，干脆就别说，说也没用。可是荷叶是我最好的朋友啊。啊，行，妈答应你啊，咱们自己想办法。来，妈来吧。北京的老客吧，管得着吗？我管不着。哎，花喜鹊，不成，娶了媳妇，忘了娘，把娘扔进大殿里，把媳妇喂在炕头上。哦，花喜鹊，你不成，娶了媳妇，忘了娘，你又来了呀？哎，花喜鹊，我打你！花喜鹊，你真有哎。桂花姐，她唱的这歌还是好听哎，那歌还好听啊。那我给你唱一个。好啊。我的小果棚呀嘿，搭在绿林间。在寻找草帽主人的最初日子里，我和伟花姐说什么也没有想到，把这事儿会和泥鳅哥连在一起。你先吃吧啊，儿子。嗯，别烫着。啊。又去你娘那儿发箭了。是不是又给你娘送鱼去了？鱼，鱼不都卖了吗？哦，还有，没了，真没了。脚，啊，脚，脚，脚，把脚抬上来。吃饭，我吃饱了。哎，吃饭你去哪儿啊？
这孩子还不回来，一会儿这饭菜都凉了。谁呀？哎，啊，梅花妈啊，来来来，是我啊，来，哎，坐，哎，好好好，哎，吃饭呀？哎呀，这不是等荷叶吗？他还没回来啊。荷叶呀，啊，我就是来跟你说他的。咋？啊，伟华和荷叶去城里学电脑去了。哎，大婶儿，你是不知道，现在找工作不会电脑可不行的。这孩子他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？啊，他的性格你也知道，从小就懂事，他不愿意开口向你要学费。得多少钱呢？嗯，800块。八，哦，那你等，我给你拿钱去啊。哎，他们俩要在电脑学校待上好几天呢，你就放心吧。放心。就这720块了，啊，行，有多少算多少吧，剩下的我先给垫上。哎呀，总给你添麻烦了。哎呀，不麻烦，乡里乡亲的，应该的。你在这吃了饭吧，我还着急的，我先回去了啊。哎，啊，你放心吧。啊。嗯，姐。这得瞒多长时间呀？能瞒多久，算多久吧。哎，要不明天咱们到码头上去，把草帽放在一个显眼的位置，然后咱们躲在一旁偷偷的看着，就像去年冬天咱们支筛子逮麻雀似的，支上一根筛子，撒点绳，然后再套根绳，等麻雀飞过来，咱把绳子一拉，那麻雀不就逮住了吗？姐。真有你的！你要想抓住嘎鱼呀，那得比嘎鱼更狡猾才行呢。媳妇儿把娘扔进大殿里，把媳妇儿一照灯。哎，我说你烦不烦？不，你了成，你了媳妇儿，烦不烦啊你？走吧，你还有事儿呢。把媳妇儿一照灯。帅，咱们这是守株待兔，支筛子逮麻雀，时间越长，希望就越大。再等一会儿，啊！花喜鹊尾巴长，娶了媳妇忘了娘，把娘扔进大殿里，把媳妇背到炕头上。去去去，怎么了，伟花？来了北京的亲戚也不给我介绍介绍？去，来，好。张帅，男，12岁，北京兵马司小学6年级学生。啊，我倪叫，也男，跟伟花是同学，伟花是我们班大班长。嗯，哎，这是我刚摘的莲蓬，给你尝尝鲜儿。啊，这多不好意思啊！没什么不好意思的，你拿着吧。谢谢。你就是借我看看这个。哎，你也配呀？哎，我怎么就不配了？我就看看，我不要，配就不配。这个呀，能吃。这个把这个皮剥了，里头那个叫莲子，然后再把莲子皮剥了，里头瓤就能吃了。要不然我再教你扎猛子。好啊，正好我还想学游泳呢。给。嗯。这叫什么呀？这也没声儿啊！哼！哎呦喂！声太大，这怎么用？你教教我。行。你看着。嗯。先把这个袋子带上。呀，饺子。张帅，你不是饿了吗？啊！看，哎，饺子。别动！别动！哎我。
你真小气，你给我还不要呢。不是，这是我给我奶奶送的。给你吧，哎呦，我得给我奶奶送饺子去了。哎，你不听了？哎，来不及了，下回再说吧，再见。泥鳅哥对我的 MP3 非常感兴趣，我说给泥鳅哥听听，伟花姐就是不让，还说他不配，也不知他俩之间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。奶奶在家呢，她挺好的。这事儿可千万别告诉我奶奶。你放心吧，我们呀都瞒着她呢。我怕我以后再也找不过来我奶奶了。别瞎说啊！你这孩子。婶儿，别哭。婶儿没哭。这是你高兴，你看，婶没哭啊。这饺子可真香，快吃吧。还是我大孙子好啊。你荷叶姐在镇上学电脑，也不知道她吃了没。奶奶，您说什么呢？她不是在医院呢吗？你荷叶姐在医院，哎呦，快跟奶奶说，她到底怎么了？奶奶没事儿，就是被三轮蹦蹦车碰了一下。撞着哪儿了？伤得重不？您别着急，就是腿被碰了一下，不碍事儿的。你们大伙儿合着蒙我？奶奶。姐，咱们得赶紧把那个坏蛋给抓住，不然这医药费怎么交啊？张帅，咱们就从草帽上那德记两个字查起吧。这个德是人名，我们这个地方一般都把自家的名字写在自己家里的东西上，丢了好找。那德记是什么意思呀？就是说一个叫什么德的人丢的草帽。啊，白洋淀这么大，找一个叫什么德的人，还不跟大海捞针一样啊？咱们可以先从有三轮蹦蹦车的人家查起呀，一个村一个村的查，谁家有三轮蹦蹦车，那车主人又叫什么德，肯定就是那个撞人的坏蛋。他在集市上卖鱼，住的地方肯定离这儿不远。我反对。钥匙，哎，车拿里？这个挨千刀的，撞了人就跑，就不怕丧天良啊？荷叶，泥鳅哥，荷叶，我给你带了两个圆鱼，补补身子。泥鳅，你这两个圆鱼是偷的吧？自己家的圆鱼也算偷啊？哼，要是让你爹妈知道了，还不打烂你的屁股？哼，干嘛非得让他们知道？他们要知道了。
也不让我拿呀。哪个缺德带冒烟的把荷叶撞成这样？要让我知道了，非得把它扔进大殿里喂王八不可。荷叶，婶儿给你擦这个脚啊，别怕疼。怎么也没有想到，我的假期生活会和福尔摩斯连到一起。我露脸的时候终于到谁的帽子？谁的帽子？没人要扔了啊！哎哎哎！啊，太好了！干什么的？我放你车没事呢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我问你，凭什么放我车气儿？我，谁让你把我的草帽扔进水里？哎，小兔崽，嘴还挺犟哈。来，哎，叫你放我车气儿。我就放。哎，哎，我叫你放我车气儿。就放。老鸭叔，这是北京我大舅家的孩子，叫张帅。那小兔崽还挺淘。来，你玩去，都不许放我车气了啊！对不起啊！走吧。哎，你看那有辆三轮蹦蹦车。对。谢谢啊，小朋友。哎，啊！别干了，您帮我干活，我可没贡献给你们啊。大叔，谁要你的钱了？我们是莲花台中学的学生，正在搞社会调查。啊，社会调查。大叔，这是席子吧？啊，席子，来得及上去买钱。大叔，你们村有几辆三轮蹦蹦车？都是谁家？哦，这你让我好好算一算。赵虎家一辆，小丹家一辆，郭岩家一辆，大贵家一辆，顺发家一辆。广德加一辆，谁家？谁家？广德，杨广德，他在那儿三轮车和我家一块儿买的，一共八辆吧，除了船，还有买汽车的，买拖拉机的，在这里哪家都有三四个大胶皮轱辘。大叔，您知道那个杨广德住哪儿吗？村东头，
家门口有棵香椿树。哦，谢谢大师大叔，再见。再见啊！找杨广德调查什么呀？哎，张帅，你看那儿有棵香椿树，一定是这儿。走走。这个缺德的人，把这笔账算清楚了不可。对，绝不能轻饶了他。杨广德，哎，你这个大坏蛋，我告诉你，你跑不了了。哈哈，我杨广德什么时候成大坏蛋了？谁让你撞了人就跑？哎，我可没撞人啊。没撞人？那这草帽是谁的？这帽子怎么会是我的？你甭耍赖。那天在劳王镇上，我亲眼看见这顶草帽是从你的头上刮下来的。哈哈，这可就奇怪了啊！嘿嘿，我的草帽啊，在这儿呢。德记，广德记。嘿，叔叔，真对不起啊，我们认错人了。站住！叔叔，还有事儿吗？我怎么就成了大坏蛋了？今天不说清楚，甭想走！这么贵的王八哪去了？你说是不是你偷的？我没偷，我就是没偷。自己家的王八往那脚拿，不叫偷。大叔，对不起啊，这次我们真认错人了，下次再也不敢了。是，我们下次真的不再敢撞人了。哼哼，看把你们吓的，叔叔啊，跟你们逗着玩呢。啊，谢谢谢谢大叔。好了，玩去吧。啊，谢谢大叔。大叔再见。嗯。再见。婶儿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啊，我上医院看看他去。哎呀，不用，我刚从医院回来，他挺好的。啊，是啊，啊。你说这孩子没爹没娘，也没有人照看，又摊上这档子事儿，你说这老天爷也不长眼呐。谁看了，谁都心里难受。这孩子命太苦了，他要有个三长两短的，我可怎么活呀？哎呀，大婶儿，你可不能这么想啊。说起来，你也是个好心肠的人，收养他这么多年，养他这么大，也不容易。你不要着急。哭鼻子，是不是皮痒痒挨揍了？我把侯月姐捞了两个圆鱼补身子，
结果被我爹给打了。那你爹那么做也太过分了吧？是啊，我有什么错呀？哎，那天你不是要听我这 MP3 吗？给你。哎，我告诉你一件事儿，你可别跟别人说啊。嗯。我们正在进行福尔摩斯行动。什么福尔摩斯行动？就是抓那个撞荷叶的坏蛋呀。哦，那你带我一个吧，我会水。你会啊？我就不会了。真是，你先把你身上那鱼腥味洗掉再说吧。啊啊！我身上有鱼腥味？哪有啊？我妈昨天刚给我洗完衣服，你闻？那你闻？没有。完了吧你？张帅，咱们走。好玩，我自己抓坏蛋，缺俩臭鸡蛋还做不了槽子包了。泥鳅哥走了，那背影让我觉得有点可怜，可尾花姐就是不让他参加我们的行动，我也没办法。你想把你妈摇下淹死啊你！伟花和张帅不带我玩了。跟谁玩不行？干嘛非跟他们一块玩？我不知道，他跟帅说不明白。说不明白就别说，回家啊！我帮你弄吧。听说何燕的丫头让人给撞了吗？在哪撞的？撞得怎么样？就是在龙王镇集上那个天桥。听说在医院抢救好几天呢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这全镇都嚷嚷看，谁不知道？媳妇儿，咱们是不是应该看看去？看什么看？要去就得拿东西。哎，你是不是想拿咱家的东西送人情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别打那算盘，咱就装不知道啊。睡觉。到哪儿找庄和爷的那坏蛋去？咱们得注意他的脸色，万一他看见咱们，又看见草帽。知道咱们设的陷阱，不认罪怎么办呀？你说是吧？对。哎，我说福尔摩斯们，案子破了吧？切！哼，一看就是没破了。不如北京老客，还是咱们仨一块儿行动吧。就你，怎么了？你真想参加我们的行动吗？真的。那我今天就考考你。好啊。我们靠什么破案？嗯，金融感。看看，答错了吧？应该是人证、物证、旁证。你妈去！你妈去！神气什么呀？那我问问你，嘿，还打我？有人证吗？有。我亲眼见的，我也看见了。那你们干嘛不逮着他呀？他开车比兔子还快。哦，那物证呢？哎呀，荷叶不在家躺着呢吗？我说伟花，荷叶他是人，不是物，烦不烦呢？物证是三轮蹦蹦车。哦，那旁证呢？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吗？他开车比兔子还快，那风把他头上那草帽给刮了下来。你看，就在我手里拿着呢。给我看，这草帽能让你看吗？神气什么呀？不就是顶破帽子吗？就跟谁没有似的。
来，张帅，咱俩一起唱，走吧。花喜鹊，尾巴长，娶了媳妇儿忘了娘，把娘扔进大殿里，把媳妇儿们都扔到旁边。奶奶，荷叶回来了。走，放下去。回来了，荷叶回来了啊。好好，嗨，给荷叶做点好吃的吧。哎呀，进去。哎泥鳅，这屋里翻那么乱，你干嘛了你？爸，你那草帽哪儿了吧？什么草帽？就你平常戴那草帽。丢了。丢哪儿去了？我要是知道丢哪儿，我不就找到了吗？去去去，玩玩玩玩，走走走。那也犯不上跟我发那么大火啊！哎，我走，我走。小兔崽。伟花，张帅，吃饭了。哎，妈，你整天乌龟跑在这鱼那鱼见多了，就没注意过谁戴这顶草帽。哎呀，这孩子，妈一天就知道网鱼，咋能注意那事儿呢？快吃饭吧啊！来，我来啊。姑妈，你也来。哎呀。嗯，好吃吗？嗯，真好吃。姑妈做的菜就是好吃。每年夏天，姑父都要去东北乌苏里江放鱼鹰，家里就剩下姑妈、伟花姐和我，可安静了。什么你？干天活挺累的，发什么神经啊？我不是有件大事跟你说吗？泥鳅，接住了啊！妈，你怎么不早跟我说？我不是怕你跟我担惊受怕吗？这会儿先别说这个了。那得花多少钱？会不会蹲监狱啊？你撞荷叶的时候，都谁看到了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撞完以后，我心里特别的害怕。我跑的时候把草帽还给丢了。草帽？不就那草帽吗？
了？那草蔓，草蔓飞了！啊，你说啥？草蔓，草蔓飞了！草蔓啊，快点！哎，妈，等会儿我。还在这儿呢吗？张帅，我说张帅，你做梦了吧？这草帽好好的呢吗？不是。哦，我还以为它真的飞了呢。真是。哎，把草帽放起来睡吧啊。啊，不行，我得抱着它。哦，行，抱它睡啊。那段日子，我既兴奋又紧张，整个心思都被那草帽牵去了，老怕它丢了。有时候我还抱着草帽睡觉呢。媳妇儿，我真的看到咱那顶草帽了。别着急，咱早晚给他拿回来。泥鳅，吃饭。爸妈，昨天晚上你俩干嘛去了？深更半夜你不睡觉，你做什么妖啊？不是，昨天晚上我起夜看见你们俩不在，我有点害怕。啊，爸妈喂鱼去了。哦。啊？喂鱼去了？叔叔，这是你的草帽吗？哦，喂花啊，这不是我的草帽，我草帽在家了。叔叔，哎，那你知道这草帽是谁的吗？不知道。那叔叔再见啊！啊，再见。再见，叔叔。再见。草帽多少钱一个呀？三块。哎，大姐，你这有没有旧的草帽？没有，现在谁还戴旧草帽？那我来一顶，多少钱？三块。好。拿回两块去吧。看谁还说我丢了草帽，哼！你给我那价钱，我真卖不了你。价钱给的不低了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我真不行。差不多得了，总买的货了。
别走啊。别还不太容易。那得跑得越快。是啊，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？谁啊？你叫他爸，三臭子叔。苏燕，你听吧，再好听的歌我也听不进去。张帅，你有什么心事呗？没有啊。哎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？问吧。如果我和伟欢姐抓住了那个坏蛋，你把他怎么办？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呗。那可不行，就是天王老子，我也不能饶他。让他赔钱，还得把他送监狱。伟花妈，你说是不？就是，可不能轻饶他。可不是嘛！你看你，大白天跟丢魂似的，又没有什么证据落在他们手里，你怕什么呀？媳妇儿，伟花盯上我了，好像发现了点什么。我看你是神经过敏，自己吓唬自己。爸妈，刚才你们俩说什么证据了？没说什么，小孩家懂什么？快出去玩去啊！你们俩肯定有什么事瞒着我。张帅，伟花，你们出来一下好吗？我受不了了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我要是再不去自首的话，我真的要崩溃了，就是蹲监狱，我也认了。自首？你疯了你！你去自首。让全村全乡的人都知道，你让我的脸往哪放？你挑怎么见人？你还是个男人，你一到关键时刻就成缩头乌龟了，你还不如娘们呢你。伟花，你到底同意不同意啊？
花，你就让我参加你们的行动吧，我一定不给你们丢脸，保证把撞河里的那个坏蛋给你们找出来。这么说，你找到那个坏蛋了？我现在还不敢肯定，暂时是个秘密，我不想说，你们也别问了。真的，我向你发誓还不行吗？哎喂，花姐，你同不同意啊？你说呢？梅花，你到底啥意思呀？这么求你都不行。我没说不行，你上来呀。这么说你同意了？嗯，好，慢点。好，那咱们可一定得团结。嗯，好，发誓，发誓。耶，咱们分头行动，走走。爸妈，你们先把碗筷放下，我有重要的事要跟你们说。还挺严肃的，坐下说吧。我还是站着说吧。爸，我劝你赶快到公安局投案自首，否则会判刑的。我咨询过了，你们大人应该知道后果，人家已经掌握了你的证据，想赖是赖不掉了。我看你还是自己掂量着办吧。花姐，你说他会不会当叛徒啊？应该不会吧，您就不是这样的人。哦，这事儿你别告诉我妈。是。我要是再不去自首，你就这孩子还得绝食。小孩家，给他个甜枣做做，就过去。你就那孩子，你还不知道他的脾气。我要是真的去自首，那全村、全乡、全县的人都知道我闯人逃跑，那一人一口唾沫，也得把我给淹死。你就知道丢人。真把何燕给压残疾了，你一到节骨眼上就恶心你。快走吧，你就要睡着了。
哎呀，梅花姐，帽子没了！哎呀，真没了！哎，梅花、张帅，你们在这儿待着，我去找人抓贼去啊！好，不要乱动啊！嗯，抓贼了！抓贼了！到手了！到手了！就这两顶，还真是你的草帽！真的。喊什么喊的？还真有人来偷草帽呀！啊，桂花姐，你说是谁偷的草帽啊？肯定就是那个撞荷叶的坏蛋。哦，你说他们能抓着吗？应该能吧，大人们都出去了。他跑不了。哎哎哎！哎，桂花姐，那是什么？不就是只耗子吗？瞧把你吓的！你快快！没有啊，对，走，走吧，是不是要水里了？不不，走走走，快快，来人了，快一点吧，快一点。哟，你这，在这儿呢吗？哎呦，我说泥鳅，我可没工夫跟你们玩，我那草帽都丢了。是啊，证据没了。是吗？草帽都丢了。哎，这不咱们家的草帽吗？是啊。哦，原来真是你偷的，是不是？哎，干嘛？把手撒开。不撒。这君子动口可不动手啊。撒开撒开。不撒。哎，我说北京老客，你要是再不撒，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啊！撒开撒开，撒开你又怎样？什么叫我偷的呀？是我爸和我妈昨天晚上去偷的，要不是我，这两顶草帽早没了。你想干嘛呀？让他干嘛？把草帽交出来！我凭什么交给你啊？交不交？我不交！交不交？就不交！不交！不交！别闹了，你有什么打算没有？我能想干嘛呀？这不是正等着大班长发话呢吗？哎，梅花，你说，
这几天啊，我一直给他们玩绝食来着，可是他们就是不听我的，就想拿着两顶草帽找我爹算账，看他还承认不承认。哎，你怎么着？切，泥鳅就是泥鳅，好样的！张叔，咱们这泥鳅好，有泥鳅做内线，还怕那人不承认？咱走吧，走。喂，把草帽看好了，别弄丢啊！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有关系。没关系，有关系，没关系，有关系。停！有，停！有，没有。虽说心里有些不服气，但结果却是让我意想不到的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三臭的，我跟你没完！啊，三臭的，我跟你没完！哎呦，哎呦，哎，哎呦，奶奶，奶奶，哎，怎么了？奶奶，怎么了？没事，没事，我让三臭子气的，我这心呐跟有块砖头堵着呢。妈，妈，别喊了，赶紧叫医生。奶奶，我去叫医生啊。哎，等等我，美花姐。等等我，美花姐。等会儿。等等，快点，快点。进来，一个小兔崽子，你吃里扒外的东西，我踢死你！我踢死你！我踢死你！你给我坐下！爸，我不是吓唬你，这件事警察已经知道了。你要是再不去认罪，我就到劳恩镇法庭告你肇事逃逸。你，你小声点吧啊！我爹太臭了，肇事逃逸！你呢？我妈的找你呢！我爹三臭子肇事逃逸！那两顶草帽，真是你拿的？对，我拿的，怎么着吧？我拿刀劈了你！还劈劈，往这儿劈，劈了我呀！你再多条杀人罪，劈啊！劈准点儿，你劈准点儿！你俩还有点正事吧？这爹不是爹，儿子不是儿子的，你俩真是爷俩，这就不想过了。你是我爹，我管你叫爹行了吧？我不砍你，我砍我自己行不行啊？啊！爹，你不想活，不想活，不想活了啊！儿子，我跟爹养你容易吗？啊，你爹要进了大牢，咱俩怎么办？吃什么喝什么？你把你爹送进监狱，你这是精还是傻啊？啊！谁让你们那么对我奶奶的？你怎么对我奶奶，我以后怎么对你们？小兔子，我今天我非打死你不可！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草帽给你爹！哎，打死你！撒开我！撒开我！撒开我就给你！你撒开我！你快！你快去呀！啊！泥鳅，泥鳅，泥鳅呀！草帽，快！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！好呀！我这小兔崽子，你给我下来！有本事你上来！你不下来，我上去！爸爸，我先走了。医生阿姨，快点儿！
是救了他。哎呀！大夫，他活了吗？哎，没事了吧？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。啊，那就好。没事了。哦。他只是有点惊吓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谢谢。大叔，那你在家里好好照顾他吧。行。孩子们，咱们走吧啊！好，让你婶儿好好休息休息。哎，那就谢谢你们了。不用，走吧，大夫啊。卫花，大婶不知该怎么报答你，你可是救了大婶的一条命啊！大婶儿，您的心别歪了，比啥都强。哎，你看这孩子说啥呢？休息，你看着点，别提太快了。我先走了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那我送送你。奶奶，好点了吗？卫花，你舅妈淹得不碍事吧？不碍事，就是灌了一肚子水，医生在那儿把那水压出来，就缓过气儿了。奶奶。哎呦，奶奶你怎么了？哎呦，奶奶，宝贝孙子，奶奶没事。奶奶，疼吗？一会儿半会儿的还死不了。奶奶，我是让你爹气的。奶奶，他们就在外面呢。他们俩来气我。你让他们俩滚，滚远远的。妈，您的病好点吗？你还有脸来呀？你还是人吗？啊！我没你这个儿子，你给我滚，给我滚得远远的。你现在就给我滚！妈，我们错了。您当老人的，就别跟我们孩子一般见识了。孩子，你们都多大岁数了，还孩子？啊？你就都上中学了，眼瞅着快娶媳妇儿了，你们真不急这孩子啊？妈，您就原谅我们吧，妈。妈，妈，这是给何燕看病的钱。以前都是我们不好，这千错万错都是我们的错。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这不，我跟他爹啊，来接您和何燕回家来了。我们以后好好的孝敬您，以后要再对您不好啊，我们就天打五雷轰。
妈，妈，我该死，我不忍，我该死。大婶儿，你看，他们夫妻俩知道自己错了，诚心诚意来向你赔罪的，这往后啊，一家人和和美美过日子，多好啊！你就给他们一次机会，原谅他们吧。奶奶，你就原谅我爸爸。我要不是看在我这大孙子的面上，案子是结了，但我一点也轻松不起来。还好，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，我打心眼里为泥鳅一家高兴。这事儿，给。泥鳅真的没来。桂花姐，替我把这个交给泥鳅哥，留着做个纪念吧。行，我走了。再见。再见。慢点儿。好，放心，没事。哎，再见。再见。Cheers.
这个北京老客，又回到了繁华热闹的北京，可我的思绪却又经常飞回到那美丽而又遥远的白洋淀。